为了改善胡麻采收问题，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自国外引进胡麻隔捆机。那胡麻在采收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是劣甲品种，它需要在成熟之前先收割，再捆绑架在田间，曝晒约10天到2周。那我们引进这个割捆机主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割跟绑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一台乘坐式胡麻割捆机，我们看到它的收割的部分就是在这边的割刀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割刀的范围是1.3米啊，所以我们在栽培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配合它的轮距。那根据我们试验的结果，我们最好的钩距是1.2米啊，就是我们说的4尺。那这个配合这个刀具，可以把所有席面上的植株完全收割。那除了收割之外呢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浮波器把植株捧到结束机构那边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植株结束起来。那为了改善机器捆绑比人工不紧的问题，所以说我们将结束机构改成2束。一般我们的胡麻植株高度约在150公分左右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机械后面有个引擎，所以它排出的空间事实上相对是有限的。所以说如果植株高于一般的160公分，它排出就会有困难。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栽培的部分配合这个机器来采收。根据我们的试验结果，以这台乘坐式割捆机，每分地的作业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，换算起来每小时可作业面积大概在1.5分地到2分地。与人工作业相比，人工作业一般来讲，如果只有割跟捆没有架的话，大概我们估算是1.5人日啊，所以换算起来以这个机器来作业的话，大概跟人工比较，人机比大概是24倍，也就是可以一台机器可以节省24个人力。经过我们几期的田间试验之后，我们也在这一期做举办了3场观摩会。那在观摩会期间呢，农民朋友看到我们的机械操作之后，也提出了几个要点，希望我们能够改进。我们现在绑起来可能是大概直径是15公分，那比较大树比较不符合农民朋友现在的要求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由于我们想要让作业更顺畅，所以说我们的操作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这个部分可能影响到它的损伤率。所以也希望我们是不是能够调到更好的速度，让损伤率降低。那这两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做测试，那希望测试结果能够改善这些问题，能够让这台乘坐式割捆机更让农民朋友所接受。